朋友们好，我是老夏。哎，今天下午刚刚清理垃圾，清理了一车，没有要出去修车了。去那个文成公路停车场，来那个小亭 QQ 的那个凌志 M3， 在那边开到那边去就打不着火了。他开到那边去停着就打不着火了，他叫我过去。哎，我也真服了，他那个凌志 M3 这下就成了小亭 QQ 修车机啦。他在路上一直进来也没啥大问题啊。然后那个你看那个卢西西游记，他们的车子买个手之后改了个颜色，一路修车一路修车，天天几乎都在修车。哎呀，这下搞到重庆，不知道这一下车能不能够彻底解决。哎呀，要不就是点火线圈，要么就是什么曲轴位置传感器，一下就是风扇不转，一下就是高温，一下就是压缩机开关。哎呀，他这个车子也是毛病多得不得了啊，边走边修。小亭 QQ 那个车开着开着怎么会熄了火之后马达没反应了、打马达没反应，他们搬电瓶也没作用，要么启动机，要么继电器，要么就是点火开关。我先过去看看吧。哎，这两天活也没干到多少，然后天天带着个监工又不干活的，教我怎么弄啊。现在这个跟班一直天每天都跟着我，我甩都甩不掉了。说的上话了，我每天跟着你还不是啥的啊，还不是天天鼓着叫我跟着他。在这个跟班这下，本来在副驾座位上还可以做个小妹妹的，这下天天跟着我没办法当小妹妹了。本来我是不想跟着他的，一天哪就叫我跟着他了，天天叫我跟着他了。那个饭店那个清理垃圾的工作，明天叫人来干了，我自己不干了呀，那个确实太辛苦了。干了，必须干。不干了，不干了。啊，你不是说的要给我省钱吗？你要干的吗？明天现在已经叫了工人。交了工人全部交给他们干了，这下就不干了。然后水电我自己干就行了，其他的就叫他们做吧，没有办法了，干不了。因为这车上还有几样东西是别人的，有一个小文哥他发了一个云台，我给他送过去，他也在那边。还有一个那个黄南旅行记的那个五菱宏光的那个右中门下面的那个滑轮，给他买了一个，就在那后排座位上面，跟他们拿过去，反正就是顺路嘛，又过去修车。哎呀，没办法呀，那他这两天太热了，温度太高了，下午干活的话真受不了。还有今天又要下雨了，天气闷热的话肯定要下雨的。明天有好多干，现在不干的话，知道累的话。哎，你回家煮饭吧，我饿了。其实每天你干一点点活，你像谁跟你说的？今天一样，搬几个石头。什么叫搬几个石头？拉了一车，至少一吨多。还觉得累的就干。一吨到两吨，那一车石头。最多干了一个小时，你们干多长时间呢？那好累呀、真的又累，真的是受不了、我就叫你不干，请人嘛，早听我的，我的店子都早装修出来了。现在装修出来的话也没啥生意、没生意。有没有生意吗？免得拖到现在嘛。你反正那个工资我们是每天，我那个房租每天也是开账的。人又累，又没省下多少钱。好吧，明天叫人干了呀。多修两个车子都把那工钱给了。好了，朋友们，好了，不说了，我们过去修车了哈，行吧？你跟着我走吧，我教你修车。拜拜，朋友们，拜拜。才不跟你学习才艺了。修车好。